你两个做哈？无啦，我是讲伊个派去哦，关键提起有零钱变，变个好势。我是讲讲野手个手个足足认真啊，足迄安地个足安尼呢。阿哥阿哥阿哥，咱两个交情都无同款，对不对？你来要合作唱片哦，唔好单单听一个人个声，对不？有时咱两个要处理看卖。哎，你安尼足恶心的呢？对啊。啊，你为着要甲伊配合，要甲伊唱歌，你安尼烂？阿姐，你安尼什么意思？唔爱戴。哎，恁两个。哇哇，这赌不没事赌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阿伯你莫阿伯呢？阿姐，阿姐，我甲姐夫讲，伊甲你莫话伊讲。阿都不要紧，阿姐大家哎。不是阿姐，你的人有量，咱无无后摆嘛是烂赢，对不？我即摆在讲啥？因大家在舞台顶，啥物人拢同款，拢会看到我拢按摩嘞，恁拢好紧嘞。安尼哦，我你讲，我摸一下，加底安尼无？我摸一下，来我摸一下。你个精彩的，加点对呀！哎，你是当时行过来这边？对啊，叫你袂使讲话，你搁讲。我是干那只两趴尔呀。对，你够野尔就好啦。你本来干那一趴，咩啊讲哦？这个我给一趴，加到我嘞，喊我笑。议员啊，来倒讲者啦。好，来，阿姐，你想要条件多一条歌？月圆思钱。哎，这条我诶。你个会晓？月圆思钱嘛。抒情啦，好抒情，抒情啦，什么抒情？所以我看你们不用紧看嘛，到底是别个孙啊合唱，高合唱，还是哦，还是哦，讲几句，这丢心莫莫听。正经啊！这两个人要跟你合唱，你要选项啊！啊，你安尼讲足歹讲啊，你对无？无啦，飞机你都有八档，啊，这就两个轮流嘛。无啦，咱讲实在啦，那一首歌是碰过啦。哎，啊，但是恁两个人合作会哈，也有它的特色。安尼我知影啦，安那啦，伊这算东京票啦。东京票。